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亮，欢迎来到民途阵线啊。那么老兵分析的没错啊，确实，呃，西方在这个炒作、舆论引导这个所谓的中国境内的白纸运动，那么目的呢很明确啊，它就是为了转移在乌克兰那边的啊这个严重的吃紧啊和节节败退。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原因就是毛子呢，它在使用。 大规模的啊啊，这个一种武器，因为有两个词呢，我们先展示在开头是不是不能讲的啊？因为它是有这个审查机制的啊。那么这种叫温压弹这个玩意儿，一开始玩了以后呢，啊云爆弹啊这些东西它，它它都已经上了啊。呃、啊，这个确实我们看到最近它呃攻下了好几个地方啊。那么西方呢，现在由于经济差劲。 啊，已经呢，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再加上这个内斗的加剧啊，他们西方的右翼政府的上台或者右翼政府控制国会，导致了啊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可能会由军事支持转为政治支持。所以说呢，拜登说，如果普京有意停战，可准备与对方会谈。 美国总统拜登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意在乌克兰停战，他也准备好与对方会谈，为现实未有及时接触的计划。路透社报道，拜登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被问到美俄领袖接触的可能，他称目前未有任何相关计划，但如果对方决定结束战争，自己会准备好与普京对话，但大前提是先与北约盟友征询意见，亦不会损害乌克兰的利益。 不过，拜登认为普京仍未做到这一步。美法两国领袖承诺一致支援乌克兰，并同意合作应对俄罗斯呃俄乌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困难。拜登说：“俄乌战争唯一合理的结束方式就是普京首先下令撤出乌克兰，但对方似乎未有这个准备，因此对方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克龙则认为，美国与欧盟欧洲盟友有必要在应对方式上再次统一步伐。 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拜登呢，他已经释放出来了两个信号。虽然他这个话哈，他不可能讲说哦，我希望跟普京谈一下，去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这样的话就显得他是软蛋。所以他会说，普京准备好了，他要停战的话，我就跟他谈。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显示两个是：一是他首次公开承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当家。 他当家，乌克兰战争要停，要跟美国谈，或者说美国跟他谈，而不是说俄乌之间可以去谈这件事情而去解决这个冲突的，因为美国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精力，对吧？他是需要在俄罗斯这边获得一些东西，所以他才会。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在乌克兰这边确实比较痴情，想要跟普京去。 达成一种缓解，因为他现在脑子很混乱。为什么叫脑子很混乱？就像老兵讲的，你在乌克兰这边，你北约化身雇佣兵，你的士兵化身雇佣兵去打乌克兰战争，他妈的装备全是你出，钱也是你出，出就是人力、物力、财力全是由西方来包办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呢，啊，俄国呢不停的在 这个收复，或者说是所谓的解放，啊，或者说吞并、兼并，啊，不停的在兼并新的地盘，那这样的话，他们压力就来的蛮大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确实是西方的一个放血点，也是俄国的一个放血点。但是俄国呢，属于是，啊，这个放血呢，它属于是啊，腿上或者说手上这个这个皮肉，但对西西方来讲，乌克兰这边放血是他妈静脉上放血。 啊，或者是割腕、割手腕静上、静脉上这边来放血，所以他有点吃不消了，啊，因为这样打下去，他没有一个，他像一个，他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一样的，就跟那个赌场里面你怎么样去填都填不满，因为你填满了，把俄罗斯现在赶跑了，那也是一个本事，嗯、但问题是现在填到下面去，在原来乌克兰控制这些顿巴斯地区，现在正在往后撤退，节节节节在败退。 这个确实对他来讲压力够大，所以他要讲这个话。当然，他讲这个话，他是释放出这个信号，听上去好像啊、哦，这个普京好像是不是几个月不行了，要来跟我来谈了啊？然后呢，我呢这个，对吧？啊，咳准已经准备好了。你想来谈，跟我跟我来谈。你要继续的话，你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他怎么没有假装西方付出什么沉重的代价？对吧？哼。 那么他呢也向马克龙呢做出了一些系列的让步，有微调，所谓的啊、呃、削减，啊、呃、这个通胀削减法，啊，但是呢说白了，马克龙也好，拜登也好，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后台老板的，都是深层政府啊，所以呢区别也其实不大。然后呢他们又说了一件事情啊，蛮傻的。 美法领袖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赴美访问，与美总统拜登讨论多项全球议题。台湾与中国局势方面，两名领袖重申维持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拜登与马克龙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内容写道：“美国与法国会持续就国际秩序受到中国挑战一事合作，包括人权议题等，但也会和中国在如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合作。”此外， 南美领袖也重申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近来，全球对中国破坏台海和平疑虑日渐升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九月在其主要政治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召集下，为台湾议题开会，为北约一九四九年以来成立以来首度为台湾举行专门会议。另据彭博记者爆料，美国可能在本周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一百亿美元。 协助台湾强化抵御中国威胁的能力，所以说这个呢，一点是他们的忧虑了，不是说他有能力来干涉台湾的这个问题，而是说现在他们这套逻辑是什么呢？在欧洲这边呢很吃紧，这边呢解放军可能要把台湾给搞定了，那么所以在那边他有意义他要放，加大加大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我们讲的叫做一种关注度。 啊，叫做一种关注度。那么实际上，他现在呢，就是不想两边都有事。两边都有事的话，他是应对不了的。如果在那边，对吧？毛子持续的加大力度在这里攻，持续性的放他的血，让他这个血越放越多。如果那只是说这条手臂了，那如果在台海这边的话，那就这条手臂。那解放军就是等于说是把他静脉这边给他割开了啊！你静脉一一割开嘛，你死的就更快了。 所以说呢，在这边他实际上不是说要来插手，他没有这个能力来插手，他只是说想要来无限制的来拖延解放军的武统。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台湾这边，他们采取的是拖延战术，包括我们看到的九合一的选举，包括在中国境内搞什么白色革命。但是现在他们也也挺绝望，因为在中国境内搞的这个白纸革命，这是白纸革命的这个特点啊。我给大家到时候会开一集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运行方式啊？那么，在国内搞白色革命呢，被迅速的给用派用派出所的力量就已经给平息下去了，对吧？那么，美国所谓的西方不干涉中国内政，完完全全是扯驴蛋啊！这个不寻求颠覆政权，完全是扯驴蛋。所以，每次你看习近平跟拜登一谈完以后，他们势必会对中国进行这种反反扑啊！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没有必要再有什么好多谈的了，对吧？但是他布林肯来中国，就看他什么意思吧，对吧？但是他们在这之前，他做这些事情，他都是在增加台湾筹筹码。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台湾筹筹码实际上很虚的，啊，中国境内你掀掀不起什么大浪，对吧？然后这个台湾这这边呢，说句实在话，解放军每天都在那那边啊，都在替他们在。 啊，进行国防。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北约的秘书长也开始改口了啊，所以我我就已经看到这里面的一些事情了啊，的变化。北约秘书长中国虽带来挑战，但不是敌手。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十二月一日表示，中国虽然对北约带来安全与价值挑战，但不应视之为敌手。路透社报道，斯托滕贝格在德国柏林出席柏林安全会议时表示。 每个盟友都需要在与中国有经济往来，以及同时在这个问题上防止过度依赖中国或太过脆弱之间取得平衡。他也在发言时谈及乌克兰问题，提到波兰要求将德国供应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转赠乌克兰一事，称大家在迫切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一致，当中包括提供防空系统，但强调这不但是关乎供应性的系统，同时也要确保该系统可以运作，当中保证有足够的弹药。 备用零件和维修等。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话？前两天还在关注台湾的议议台湾的议题。说白了，关注台湾议题，也就是说想要起到一个缓统的一个作用，倒不是说他来派多少大兵来这个地方来协助台湾，因为不可能的啦。这个地方离台湾，呃，台湾离中国大陆太近了，也他根本就防不住啊！他所有的军队都处于解放军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说呢，他做这些事情呢。 无非就是说想打到一个还统，这边的还统乌乌克兰局势呢有所缓和，这个呢在为他们续命，所以说他们现在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说他们搞很多事情啊，我们要看出来他们的背后的战略战略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看看清楚了，那边缓跟俄罗斯缓和，这边呢也是缓统，因为这两边同时搞到他这个血，他都已经趟不牢了，要及时止血，啊。 所以说呢，北约秘书长会说这样的鸟话。那么同样的，为什么人家讲，哎，怎么德国转正波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怎么这个爱国者怎么波兰要转让给乌克兰？什么迟迟转让不过去？这个原因太简单了，美国可能让他去转让吗？对不对？德国不要太天真，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转让过去，它就会出现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 如果俄罗斯在这里打这个导弹，你爱国者一旦开机，不管你是拦截也好，还是说你是开机，这个布控也也好，俄罗斯在那边有电子战部队的，然后你一开机，你的爱国者的这些参数，他妈的，我们俄俄,俄国全部都能搞到，那么接下来就知道哦，你这个实力到到底怎么样，我怎么样要来研究你，对吧？ 我用什么样的导弹，什么样的型号，什么样的攻速，你根本就防不住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跟美国的这个末端拦截系统直接对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它是，因为大伙还没有这个实战经验嘛，就是说，我，你爱国者天天吹逼的那么那那么屌，对吧？而那俄罗斯呢，对吧？也说这个爱国者防不住这些导弹，什么超音速这些导弹，那你就那你就试一下了，对吧？这个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那么如果说爱国者系统到波乌克兰去，俄罗斯继续进行导弹攻击轰炸，的而而你一点屌用都都没有，那么这个、这个对心对西方的一种心理的打击是很大的，啊，也会让美国颜面无光，对吧？你不是天天妈逼吹你爱国者狠得很嘛，很牛逼的，但是你这个毛是这些导弹，你一个都拦不住，对不对？或者说能拦住一些。 基础的、简单的、一些技术过时的一些导弹，如果说新式的导弹你防不住的话，那么对他们这个打击面是很大的了，他会觉得很非常非常没有面子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爱国者系统它够卡着，现在它就很难再过去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西方呢其实是蛮虚的了。 对他这些所谓牛逼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其实也没有信心。就是说，这些牛逼的武器装备呢，去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他呢好像很有胜胜算的。但即使是这样，在阿富汗干了二十年，也没有让对方屈服，反而是被对方啊，对方的意志力战胜了他。对方塔利班躲进山区，化整为零，跟他斗了二十年，把他给斗跑了。那人家说。 美国不是被塔利班攻进喀布尔打跑的，这个其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说的。那你美国当时在越南，你也是属于是等于说等于说等于说是空等于说是空盘了，但是你持续性在那边死人，越越共持续性的反扑，持续性的骚扰你，就像塔利班一样的，你那边美军动不动就被干干死，动不动就就被搞死，你就你就是在那边待着你也不安不安不安宁，实际上就是这就叫被打跑了。虽然说我在正面的这个。 冲突当当中，我不是你你的敌手，我不是你的对手啊！但是我在骚扰你这一块，因为骚扰它也是这个军事战术的一一一个部分嘛，对吧？我用骚扰方式，我把你赶跑了。所以说你，你你美国到现在打这些仗，没有说酣畅淋漓的胜利。酣畅淋漓的胜利，比如说就是打什么巴拿马、格拉纳,纳这个什么格兰纳,纳达这些啊，就是格林纳达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岛国啊，或者说一个小地方。 他基本上很快能能够搞定对对方，但是像其他的这种国家，他要搞定他其实很费劲了。怎么爱国的导弹嘛？怎么拦截飞毛腿导弹了？那飞毛腿导弹他妈的是技术标标准很落后的一种那种导弹啊，轻易随便可以拦截的，对吧、啊？在海湾战战争当中，所以说他的武器装备也没有和啊综合实力在第二、第三的俄罗斯跟中国交手过，他自己心里也没底，万一…… 啊，万一这些武武器装装备出现了纰漏了，这个对他的脸这个打的是很大的，因为毕竟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一盘巨大的生意啊，对吧？啊，谢谢各位支持。